黑风高，四位搞笑刺客一路披荆斩棘，顺利潜入威虎厅。欢乐的寿宴背后，又究竟暗藏着怎样的意外？手无寸铁的搞笑刺客们，又将如何获取武器制服座山雕，破坏冷面病毒发射器呢？弟兄们都有了，来，让我们一起欢迎四位靠山的兄弟。哎呀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弟兄好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，谢谢谢谢。四位兄弟真是辛苦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啊！谢谢，弟兄们，一会儿咱们大当家的就会来到我们的威虎厅，咱们好酒好肉好菜先吃着喝着。啊，好的，好，兄弟们，我们也盼着早点见到大当家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。都满一张，都满一张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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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谢谢谢谢哈哈，来来来，好，一样 ，OK。哎，来来，各位英雄慢喝，我们二当家到那桌敬杯酒。好，你们前面，前面，喊你们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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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当家，二当家先走了啊。我们照两手准备，争取那点武器，不行我们也跑。我们做两个准备呗。别喝了，别喝了。我大哥说你们有什么武器？我大哥说你们有什么武器？啊，不是他喝高了，他就说，不是，对，就是你想给我们武器，不是，老白呢，对你那武器特别感兴趣，对，对，这个武器可是我们哥哥的宝贝，那介绍介绍嘛，我跟你们讲，哎，怎么了？这枪是我们二当家，哎呦，我刚进山寨的时候，嗯，给我的，这么有意义？那我你呢？哎，全走火，你也太不礼貌。我能摸一下吗？这个时候你那掏枪干嘛的？你这个狩猎对不对？对呀，你掏什么枪啊？不不，什么意思你？怎么了？兄弟们，小何也，我早对你有看法了。什么看法？哎，你先让他说，你让他说，你说，你老骂我蠢，你老骂我蠢。你是真的我是蠢，但你不应该老我骂呀。我最生气的是上回你刚跟那女的你拉手了，你不再说我女的，我揍你，听不见？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不问了，我笑笑的。我这也就没有斧子，我要斧子我敢剁了你。你来，谁说没斧子？我们山寨除了枪还有我呢，瞧瞧这是什么？哎呀，真的有斧子，我不在呀！我在我们山寨没斧子呀！对啊，拿着兄弟，我剁了你！别！哎呀，今天是大喜之日，你们干什么这样？好，那喝酒，对不起，刚才失态了，来来，敬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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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。不许内讧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好！来来来，举杯！哎呀，这边带劲儿啊，还有大葱啊！来！哎呀！没想到这一座还有你大侠啊！啊，叫我二侠就好。啊，大二侠！二侠！来个葱吗？
想要舞剑，你懂吗？哈哈。哎，能不能找把剑？谢谢。就给我去边上，就让助兴。我这儿有寻短剑。寻短剑啊！哎呦，来，呦，好，这个剑好，来，好了，没事，我们到，没事，来，坐，没，我来，坐，来，这儿，所有武器已经拿到手了，他们将怎样智斗大当家，夺取冷面病毒发射器呢？兄弟们，吉时已到，好，咱们恭迎大当家的来，列队欢迎。鞠躬行礼。哥，大当家的真够大的呀。真的还老牛。好，李毕，接下来咱们山寨的兄弟们要向大当家的献礼。来，二当家啊，这是我对大当家的一点心意，祝大当家福如东海。哎呀，还有小弟我这一份啊，这个怎么样？荒郊紫苏籽油玉芝林牌。哎呦，高！哎呀，这个好啊，延年益寿这个。这个小的祝大当家的寿比南山。好，收了。四位兄弟，接下来到你们了。啊，好，有什么礼赶紧献了。走，咱们给献礼。来。一二三，枪啊！活着大当家！哎呀！活着大当家！你谁呀、啊？你是就是，您是大当家的媳妇儿？哎呦！你是谁？你干嘛？我就是威虎山的大，我就是威虎山的。我谁要娶我？这就咋的？小呢，我直接没到幸福年龄了。中了，这是我姑娘威虎山，这次请四位英雄来就是为了把我大姑娘给嫁出去。姑娘，你到底相中哪个了？爹说了算啊。快点！
明的大义牺牲，成功治愈了座山雕的抑郁症，冷面病毒发射器也。